肯定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九尾，我今天第一个一翻九尾，我想还好。然后我再翻七元，第三张我打开一看，王傲南，哇，又是校园书生气那一块，我就想，校园已经离我很远了。哇，我当时在想完了，直到我翻到最后一张小火箭，小火箭，小火箭在我这，对，小火箭在我这。Nice， 我觉得我可能跟他能够更贴近的去说一些感觉上的东西。我真的我心里的重担掉下来了。担心的，没有担心了。别陷坑给我跳好不好？我们先从这个开始，等会儿。中了呀！啊，黄一帆，黄一帆。哦，陈央啊，陈央好。呀，我是很好，很开心。哦，九尾，他也好。大笑、啊、打个板了，来。我以为，哎，不是，我以为大笑会在我这的，我以为大笑会在我这的。叶梅，我不知道要干嘛了，现在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搞，我不知道怎么拼呢？我就在想，因为我没有合作过。哎，我唯一印象比较深的是李阳，啊，这唯一比较印象深的就是陈阳。